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九龙龙眼，看到没有？很多这个果实蝇争锋，太多了。因为这个是晚熟龙眼嘛，九龙嘛。现在是8月16号，在我们这边8月 16， 我们储粮7月15就摘完了，足足晚了一个月。说明这个品种如果在你当地储粮，推迟一个月，你看一下算一下，如果你是福建，或者四川地区，说不定是九月下旬中秋国庆的龙眼，这个品种的话，个头的话是9克到11克之间，目前的话可能是8克9克一样，甜度有22-23左右，很甜，脆甜干包的，咱们再剥一个大的给大家看一下，脆甜，而且剥壳也挺容易，大家看没有，脆甜的，很脆甜干包的，不流汁。晶莹剔透，大家看一下果肉，真的很甜。它这种甜真的是不是储粮的那种甜，它这种应该是什么糖分啊，刚好适合我们吃的那种糖啊，很不错这个品种啊，九龙龙眼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九龙龙眼，值得推广发展，很不错。